哇，有一个超级大绕背哦，难道有偷巴龙环节吗？一六想要寻求奇迹，在上半部有一个球果，但接下来开始劝退，一技能螺旋刺花再绑，先逼出一个剑魔将士，但接下来反而是变成 Slay 处，成为他口他回血的目标。Chris Carter 已经暴走，再抓到一个绕带的风，他现在是跟风一样的离去，剩下一个一六还在蹲，往前再做，瞬间直接要拿下 Triple。是的，速度超慢，一张的金牌，后面还有海浪，但往前 DC 的杀更高，想要喷个熊熊超软，逆命也在绕背，但 Taco 已经往前冲了，爆炸熊桶瞬间把 Baby 给炸死，杰西换掉一颗人头，然后再锤了进去拿下了 Double， 而且锤掉对方的妈宝龙，但赵信还是继续往前冲，卡玛要来了，这里伤害超高，这时候卡玛准备登场 ，GC 的三名成员准备要往后撤退，但恐怖的是 Kata， 后面还有正战轰雷，代表的是 GC 准备要高歌猛进，一张的金牌直接打到 KZ 远方的狙击，不给赵信啊，这里是有换到赵信，那看 DCG 他们还有没有作战能力，这是中途连动，有 Q 吗？熊熊又是一张的金牌，这里熊战力很高，但后面 Chris Kata战斗力爆表！我这个卡玛应该是美伊啦，感觉要沟通一下。没有，他有耶，他直接丢在自己身上。我给我自己，但我能 carry。对，没事，后面是欧卡拉的好、啊，这个拉的好啊！哎呦，两个被动开炸，那是什么？一炮双响。但也只有声音比较烦人而已。啊？好、啊。直接甩一个酒桶 ，all in 酒桶，全招都下酒桶，酒桶还有半血，米这边炸回来了。鳄鱼，鳄鱼，恩硕直接被抓到，那将变成 Steel 开始变身 ，Amy 拿到了后排，全面杀光，闪现过去，九尾妖狐已经登场。但不用知道啊，他自己可能也不太知道，这个我们就看后续嘛。后续你看这个阿里，哇，这个 R 就把那个 Q 的这个轨道再拉回来。五千喽，另外一边 D F N 怎么办？要 O E 的吗？先进场的会是 Taco， 直接要抓后排，交闪现之后，赫本利用大绝解了场。正面扛在最前面的十六，一炮扛不住，利用恐惧先行限制六六五。一瞬间 ，D F N 人被赶走，圆弧巨龙 ，D F N 有机会，这是 D C 准备拿到后面闪现一柱，三个来自了水晶的开花进场，拿下了一个 double， 后面输 D C G 一切拉满，一瞬间泰德也拿了两颗人头，圆弧巨龙直接在手。有喽，直接秒了粉大绝，甩的是纳米，在这里盖了墙过来之后，在空中直接被击飞，给了下来。阿软被留住，被变成冰块，闪现过来了。所以这里波比把人给锤走，锤的是一头猪。在这里开了坚定步移之后，又是在那边拿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正中央 FK 又抓了一波机会。是什么？你点的塔利亚外卖？主要这把中野联动蛮多的，所以阿软其实比较难发挥哦。但这波也是甩纳米，但是正面打不赢，然后空中被清下来嘛，哇哦，直接裂开。还是美丽的误会，吉米尔表示，我也不知道呀。吉米尔这个感觉不是很纯情哦，谁都要哎。哦呦，